录制这条视频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12月31号啊，目前时间是12:05左右吧啊，然后因为昨天晚上到凌晨3点多才休息，今天就多休息一下。今天在广东的珠海市这边，然后今天主要是要去跨年，先去北山那边去玩一玩，吃个茶餐厅。3点钟左右的时候要去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去玩。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还不错，是在19度到13度左右。那现在的话，此时此刻好像是14度吧，就温度还蛮舒适的啊。然后我现在在我们这个酒店里面叫了这台车，带我们去那个北山。怎么都说我是湖南人？接近湖南的地方吗？湖南与江西是老乡啊，所以我是江西啊。横琴口岸啊，这个地方搭去珠海哦。那边不是澳门吗？哦，澳门哦，葡京的那个建筑。四川菜馆，我们的吃饭是这样的哦。哎，这个湘菜馆是说我们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所以记得是就是小草路。第一个菜是小草路，基本上可以说是3天2夜吃小草路。下车喽！哇，这个广东的菜市场。江西老远中午都吃什么？真的真的真的急刹车，我都吓到了。老表是什么意思啊？老表？表哥表弟。哦。因为江西跟湖南关系好。尝看呗。我点的是这个啊。已经到了，看起来不错吧？哇，小伙伴的这个猪扒的啊，猪扒粉，尝看小伙伴的这个乐沙猪扒米粉。吃完了，这个味道还不错啊，这两个都吃完了，接着再去吃别的。前面这边有一家 KETO， 啊，也是网上人家推荐的，是喝咖啡的地方。这边还有一家。海南鸡巴古德，进来这个旧屋仓里面逛逛啊，进来里面玩。门票有一个穿越券，你们这里有没有纪念章可以盖啊？用前排。行，谢谢。哇，好多视频哦。还有这些相机。就是对我这种没文化的不是很懂这些老东西，老东西，老旧的东西啦，老物件，老物件，然后这里面还可以喝咖啡，还不错，旧爱时光，还卖衣服，看一下 A 哥吧，小 AD 今天的穿着打扮啊，要杯拿铁吧，谢谢。今天点的澳白咖啡。喝完了，在里面大概休息了个20-30分钟吧，然后现在要去下一站喽。说实在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旧屋舱其实里面还蛮舒服的，也蛮有氛围的啊。请问一下，这边有那个纪念章可以盖吗？纪念章没有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这边还蛮多青石的啊，搞得一些小年轻喜欢来这里。北山大院，哦，简野，就是说这间有名的，就前面那家简野。哇塞，好漂亮啊！来给你拍个照哈，一会儿。而且这个灯光也很不错。从这边过来，小伙伴在这边。然后这是哦，北山大院啊，这边进来就是北山大院了、啊。好像是有个纪念堂可以进去的，是不是这个、啊？哇塞，这些花卉真好看。北京的很多都是假的，因为北方太冷了。艺术中心，必来。福德正神，南方就很多茶艺哦。
围棋啊，哇塞，好棒哦！然后这是拜拜的啊，拜拜就不拍了。做出来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旧物仓，这是谁你知道吗？达摩。是吗？就我们之前去那个灵山爬山出来的那个口子，不是有一个人在面壁吗？哇，还有这个手绢，不愧是广东。这个是书法练习的一个地方，我感觉应该是啊。好久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学书法是小学的时候学的，然后这边一张桌子里面有两个椅子是练习书法的。我绕出来了，重新看一下，他们这是一个书法的一个培训中心啊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应远学堂，就是这边。哦，刚刚从那边拍的天下第一脉，这边是一个画廊，然后这边是书法的。人应该为自己的兴趣，为自己的价值而努力，而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无奈，但是自己必须要去承受的，因为这都是自己所造成的，与别人没有关系。里面这位先生应该是叫做陈景新先生啊，就是应该是这位先生，没错。学堂上课中，请注意安静。哇，这边还有洗手间。哇塞，哇塞，来这里真的是很感动，感动要哭了。哇，写的好多春联啊。这么厉害。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跟人家搭长桌，但是我们都是站着写。就老师那会儿不准我们坐着写，坐着写的话手不就会靠在桌子上吗？然后呢？他不让我们靠在桌子上，他让我们自己的手悬着。哦，悬着写是比较能有练出技术。嗯。自己会继续哦。还有一个不打，树下不打。哇，这边就是吃饭喝茶的地方。哇，南方信佛的感觉比较多啊，晒太阳很舒服啊。哇，冬天珠海的阳光，甚至真的是烤得让人暖暖的。来这家简野喝喝看。拿个外带吧。你们这边点的多一点的是什么？桂花乌龙。桂花乌龙。哦，客家英红跟桂花乌龙是吧？哦，就这两个点的多一点。那我要一份那个客家英红好了。能做热的吗？可以。加个雪顶是不是变成那个泡泡的盖子？对，有个奶油那个。行，那就加一个雪顶。谢谢啊。好，看看他们后面。哦。哇塞！哇塞！挺好看，谢谢。最后给你吗？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那奶油准备比较快的时候就要起。好，谢谢。好吃哦。把上面吃一吃，下面就剩饮料啊。边走边喝。现在要去庭云书房啊，这个人在拍猫咪啊。家里养的哦，是你是不是家里养的？嗯，好多人啊，都不知道卖什么东西。你看看，冰豆腐脑5块钱一碗，你要喝吗？允许本店客人先付起来，宝记美食会啊，客人还挺多啊。你叫一个芒果呀，倒是那里
看到吗？这里有芒果哦，闽南也叫酸呀。到了庭云书房，庭云书房他们这边是没有开啊。他说，度假了啊，到元旦，多谢关注。里面是有开灯的，不过呢，他们就没开电啦、啊。So sad。超大的一棵木棉树啊，上面还有个鸟巢。原本是要来这个庭云书房了啊，但是庭云书房他们今天休息了啊，到元旦。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咖啡馆啊，啊，喝咖啡。现在时间是2022年12月31号下午3:08，目前在北山这边玩的差不多了啊，这边也不是特别大，小小的，逛了逛，吃了一吃，喝了一喝，啊，准备去这个珠海长荣海洋王国那边去准备跨年啦，啊，叫了一台车，预计到那边的话，大概是在3:30到3:40左右。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去往那边的路，有一部分的路好像有点堵。车子来了啊！车子来了，我们就撤了。哎，我们量过了的腿。953啊！走。